thank you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维珍会客室。刚刚为大家播放的这首《让我》，是很多华人朋友喜欢的现代诗歌。他的作词人谢宏文牧师今天到我们维珍会客室的现场。宏文牧师，请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宏文。 红文牧师是现代呃磐石现代乐团的创办人哈，他也是我的老朋友。<laughs> 那红文牧师是我非常喜欢的现代诗歌创作者之一，我最敬佩他的是。 他是个在第一线布道传福音的人，他的诗歌创作不是关在冷气房里面弹吉他、keyboard 的去写诗歌，他的诗歌大部分都是他经历神在他生命的塑造与挑战，经常都是他在第一线服饰中的感动跟创作。哈，呃，洪文，你是我认识少数的音乐人里面，整天风吹日晒，哈，跑到乡下偏僻的一些地方户外夜。 事就去布道，然后写歌哈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啊、呃、看过谢牧师本人哈，会觉得他像是卖菜啦、种田啊、叫卖这样哈。他粗犷的外表跟他很细腻的音乐哈，跟他的心思哈是好像不太能连在一起。那先请你分享的就是有关于《让我》这首诗歌，你当时的创作背景、你的生命经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 呃，写让我是我开始专职音乐传道的时候哈、哦，我第二次受邀到国内的一个地方培训，好、哦，嗯、<哼>那也因着主内的介绍呢，我要经过香港，嗯、<哼>那要去他就介绍我去住幸福营，嗯、<哼>那我觉得这很特别啊，所以我我当我到幸福营的时候，我发觉到从外面看起来有点恐怖，有点像军营那样子、嗯、<哼>哦，可是呢，因为很好奇嘛。 啊，我一进去看，人家一介绍，知道原来那里都是住吸毒的人，嗯、<哼>然后住一些流浪汉，嗯、<哼>就是已经啊、呃、有点这样矫治过，或是已经帮助过到一段时间的，是啊，还有那个特殊呃妇女的这样的治安置所。我被安排的时候，他们就带我到一个他们的宿舍，<是>像军营那样子哈，是，然后就跟一群二十几个。 哦，都刺龙刺凤的、哦，那因为是夏天，<laughs> 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是穿短裤进去哈、哦，<laughs> 我就很想把衣服套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是赤裸的身体哈、哦，<laughs> 所以我為印象非常深刻。哦，<laughs>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像白斩鸡一样，<laughs> 而且呢，说不上来的尴尬在那个时候。<laughs> 那没有多久呢，Jackie Prince 就来，是他们当地的一个 <laughs> 他们的负责人，<laughs> 啊，他是一个音乐家哈、哦。<笑><笑>那呃，也因为。 啊、uh,，John 介绍的缘故，我认识他。那、嗯、<哼>第一次看到他，哎，觉得这个女孩子离开英国，那、嗯、<哼>就跑到香港来服侍，嗯、<哼>而且做的工作很特别。然后、嗯<哼>哦、也因为这样子呢，我就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个这个是太特别的一个女孩子，嗯、<哼>学音乐的还来做这种工作。是那也没多久，他就邀我去打饭。哦，<是>我去打饭。那我说什么是打饭呢？好，嗯、<哼>我就上了一个卡车，嗯、<哼>然后就沿路。 哎，跟他去两个地方，嗯、<哼>那在路边哈、哦，就一车子停下来有三桶很大的食物，嗯、<哼>然后就很多流浪汉就出来、嗯、<哼>，homeless 就出来了，是，然后我就帮他们盛换。那个对我而言是我的服饰经验、嗯、<哼>接触人的经验很特别的，嗯、<哼>非常特别哈。啊嗯、<哼>我觉得我去中国之前能够经过那里，是我人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。 冲击啦，我觉得冲击。那、嗯、我看到那些人，嗯、<哼>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相处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。那、嗯、<哼>晚上的时候呢，在聚会的时候遇到一个我的朋友，嗯、因为他光头的样子，我非常熟悉哈、喔，是香港爱乐的首席哈、喔。嗯、<哼>他在打爵士鼓，我就愣住了<是>啊！那弹钢琴也是一个音乐家啊，我教不出民族一个女孩子。嗯、所以在那个当下哈、喔，我真的是发觉到。 这个地方太怪的，为为什么？那个在在一个一个非常好的银行里面当银当亚洲的总裁，然后呢介绍我去那里，然后遇到的音乐家在台上，嗯、<哼>啊，台下全部流浪汉，全部这些很奇怪的人，<是>我个人觉得对我的冲击非常大。嗯、<哼>我本来以为他在要我去他家住了，因为我在台湾。 台那个时候住他国父纪念馆的房子，他们夫妇两个人房子很大哈，我常常去，所以我是很习惯的。那隔天呢，啊，我就要搭火车嘛，要到去进进到國中国去的时候 j a c k 就带我去参观他们的游民的服饰的地方，嗯、<哼>那就经过一个很黑的场景，有点像台台湾彰话的摸乳像，很长、嗯、<哼>巷子很小，然后他告诉我说。嗯 小心踩到人！我说：“哎，踩到人怎么可能？啊、是因为旁边就放脚踏车了嘛。是那个巷子很很小，我走到进去之后，发现哦，原来一边是住户，很窄的住户，但是呢，嗯、又旁边有脚踏车，所以又我就这样跟着他嘛，哦、他在我前面，嗯、因为他知道路。是走着走着，沿路碰到两三个倒在路上的人，我开始懂他的话了。嗯<哼>，那走到最后一个快出门的时候，就遇到。 他就看到一个人，然、哦、后就蹲下来，好像是弟弟类似这样子，好像是朋友那样，他就跟他聊起天来。嗯、但是那个 homeless 其实是吸毒犯，嗯、<哼>他左边右边都是口水，好、哦、<是>身体脏的不得了。啊、他就下去<是>就给他弯下去，给他扶起来，嗯、<哼>就在好像帮妈妈在念儿子那样子。嗯、<哼>那这对我而言，我站在后面，我会觉得这个画面太太特别了。后、嗯、<哼>结果呢，他就用他的手。 因为他嘴巴有有那个泡沫，呃，嗯、口那个唾液，他就用他手上给他擦起来。<是>这个动作要看视频才看得到，他这样擦起来，<是>这样一甩，难道手上那定有一些东西嘛？<是>他居然擦他的衣服，<是>这个对我而言是不可思议的。是，然后呢，<是>在另外一边又擦起来，又又再甩一次，<是>又擦他的衣服。我个人哦，我觉得我虽然在那个阴暗的角落，我看他的动作都很下。h 嗯哼，<noise> 然后结果他就想把他扶起来，嗯 <noise> 然后扶起来，女孩子怎么扶得起来？虽然那个人吸毒犯瘦瘦的，扶他试一看嘛，好美，我就过，我要过去不过去，因为我洗完澡了，我要离开之前洗完澡准备去你那边服侍，<laughs> 是，为什什么我要洗完澡？因为我去一个礼拜，准备不想洗澡了。他要我扶我就很挣扎。 因为以我而言，我想我刚洗完澡，我要撑一个礼拜，我怎么可以去扶？没有，后来我真的扶了。扶的时候，我扶扶着跟他一起扶的时候，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我等一下去找地方洗澡，不骗你。就扶着扶着啊出，出去了。哦，我个关个门，到他们的服务服务中心要上去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我这辈子最臭的味道。 为什么呢？好像二楼有个降龙十八掌，那个气功从上面臭气打下来，我根本上不了楼梯。所以在这次在这下，我想说，哎，要不要你扶他上去？我就走了。好<是>、哦，我找地方去洗澡、清洗一下。嗯，对。走上去之后，我才知道原因为什么。我看到六七个都是 homeless 流浪汉，嗯嗯那个衣服很难想象。 那个是今天穿三天，明天换过了再穿三天，同样一件衣服，<是>这样给你穿好几年。那个身上那个皮袄是很难闻，而且不是一个。当我上去坐在椅子上面的时候，有、嗯嗯、有一个年轻人就过来了，就跟我打招呼，然后他就跟我示意，<是>他讲广东话跟我示意说，我会帮隔壁这个人带他去洗澡啊。这对我来说，我说天哪，我走这段路怎么去比我在。 当兵那个那个还考验还大，嗯，真的很大的挑战。我觉得我的内心受到了冲击，非常大。是，是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就跟他自己说：“我不不不行不行。不行”我说：“我可能需要先去自己先去洗。嗯<哼>”那个年轻人听到说：“没关系没关系。”他就牵着那一个人，扶他进去帮他洗澡。我那个时候我的整个感觉我说不上来。嗯、<哼>我觉得那个年轻人在挑战我的信仰。 嗯哼，<noise> 在挑战我的信仰，然所以当他们当这个这件事完了之后呢，我就要坐上火车的时候，我车上我是一坐下来，我我不瞒你说哈、哦，我是男孩子哦，<noise> 我觉得我个性还蛮刚硬的，嗯哼，但 <noise> 但是我当坐好子，我是滔滔大哭，<noise> 是，我就滔滔大哭，<noise> 为什么滔滔大哭呢？<noise> 我觉得那个女孩，那个男孩子，他做我这一辈子，我个人觉得。 我说耶稣好了，我是在我是在学耶稣，嗯嗯我在想象耶稣。那个年轻人把耶稣活出来，是是，是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我的信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。嗯嗯也因为这样子，我就陶陶大哭。隔壁的人也不晓得我怎么哭，<是>我也莫名其妙的哭。我觉得我我信仰破产了，嗯嗯我不骗你。在火车这样沿路走的时候，<是>我们慢慢比较平息之后，我就拿起笔来。 让我爱人不可虚假，嗯、<哼>让我带着有心而法。是，那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不是我写的，是我生病的故事。是哦，是我生病的。我我觉得写歌很容易，但是要活出歌才难。哦、很多年轻人很、哦、很多年轻人问我说，我、嗯、说怎么你写这个怎么写的？我说把你的命剥开来就是了。是哦，是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我就这样写了歌。 那大家唱的，这是我另外一个跟我一个好朋友叫小牛，嗯、他们两个是同学，他们在考大学的时候，我帮他们上和声，上和声学哈、哦，认识他，后来他再重新写的第三个版本，哦、我很喜欢，好<是>、哦、跟大、呃、跟大家来分享，谢谢。是是，我觉得很感动哈、哦，因为 <laughs> 呃。 呀，所以你才会写下说：“让我赞美飞机每次哈，敬拜非景方式哈，祷告非景用口，因为我们要讲爱耶稣爱人很容易哈。那实际神给我们这种环境的时候，是是是我们有时候快要爱不下去，爱不出来、哦、真的爱不下去，是是真的。可是我觉得你的故事好美哈，所以呃。” 洪文，我很喜欢听你说故事，因为你永远给我很多你生命的经历的故事。哈，以前我听你唱那那一张《一罐香膏》哈，出版的时候，是是我记得我就问你说这首诗歌，我听得出来有很多的生命有故事在里面哈。我说，我说你是你是什么样的故事写的？怎么背景写下来？你就马上告诉我另外一个你见证的故事哈。你你真的是。 我觉得神给你很特别的带领哈，我一直很希望说，呃，今天找你来，为什么你是我第一个早来现代敬拜赞美创作诗歌的作者？因为我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你就是一个用生命去活的人哈。那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种用生命创作的诗歌哈。那你刚刚有讲到你转为一个音乐传道哈，那而且很巧，你又你神就让你遇见像 Jackie 啊、uh, p u l l i n g e r 哈，这个潘灵。 主哈，那我想问你两个问题，也请你帮我们啊、呃、听众解释哈。你称你自己叫做音乐传道哈，音乐传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哈？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？定义工作内容哈？那我们在美国有什么 worship pastor？<是>那其实是在教会带 <Yeah. S 1> 对对带音乐敬拜的这样子哈。是是呃，可以请你分享一下，你为什么称你自己叫啊、呃、音乐传道？ 价值啊！音乐传道其实应该是我本来我就是一个学音乐的人，嗯那、mm hmm. 哦、我带着侍奉的时候早期啊，mm hmm. 哦，我印象，因为我我们教会在新庄刚好有一个功服，那我又去带大学的合唱团，<是>那我就跑去那边看，他很辛苦，哦，那个叫丽安娜拉什么娜忘记的，然后、mm hmm. 哦、但但是他现在是师母哈。哦 我看他很辛苦，我就去帮忙。那我说我，<是>他问我能做什么，我总不能教合唱吧？那 <laughs> 要让工人学合唱，那简直要命。<laughs> 然後我说，哎呀，那我会弹吉他，我在学校里面有弹吉他，我可不可以教吉他？<laughs> 他很高兴，<laughs> 所以我每个礼拜我就去学校上课。 然后去功夫教吉他，跟他们把钢琴好，嗯、<哼>然后跟他陪着他们。那没多久之后呢，那个新庄新义会的那黄牧师就邀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来哦，你这个来不错，来呀、啊，来我们来我们这里传福音。”那我我说好啊，去哪里传福音？你教会什么礼拜天什么时候办聚会？他说不是我们这黄昏市场很多人，你来唱歌给我们听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做了一个动作，我还做了一个肥皂香，肥皂香。 肥皂箱，<laughs> <是>然后呢，带着肥皂箱呢，然后呢，穿西装，真的穿西装。<laughs> 我我其实，在国家音乐厅有<是>还还是有西装啊，那个燕尾服穿着。是我是那个肥皂箱去找牧师报道，牧师看到我就挥挥我的挥挥手，我就去的，我就站在回教上上面，然后因为我音乐是录起来的，我我印象很深刻。我还唱《拉多拉马比勒》，我还唱《卡门》呢，然后的的《乌埃博》，然后唱《我住长江头》。<laughs> <是>然后我最后唱那个丢丢当，我就这样一首接唱六首，我记得唱六首，<是>在唱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我，<laughs> 是，就有人，我一上，我把上从我前面走过去，走过去还、哎、笑，你冲去啊，说你是疯子在干嘛？哦、这样，是是是。那那个不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觉得让我心里面很受伤。嗯、唱完了之后我，我完了，当然我会分享，我就讲国语嘛，因为我我连。 都是讲国语嘛，年轻人讲国语，我觉得告诉耶稣爱他们，根本没有人理我。讲到后面，我很想给我自己一巴掌，<laughs> <是>然后就很沮丧的。那牧师也不在，那我在那边有几个年轻人在那边看着我，嗯嗯他们就要吐哎呀，这样看着我在，在我在干什么？那我说，嗯嗯你们这些，我真的很想骂你们这没水准的人，差一点。<laughs> <laughs> 没有，我还还感谢上帝。我那个时候年纪轻，不是很懂哦，<是> <laughs> 所以呢，我就很生气的讲完了，祷告完了，就拿着那个肥皂箱就回教会了。<laughs> 牧师看到我怎么脸怎么绿绿的，就问我为什么。我说我就跟他真的那是我讲，牧师啊，那那些人真的很没有水准。在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牧师说很很严肃，就很诚实。他说：“哎，到底谁没水准还不知道啊？” <laughs> 哦 <laughs>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冲击，是，所以我在早期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音所谓的音乐专业的人，嗯、<哼>可是，在那个在当下之后，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，我就非常安静，啊、想要主耶稣啊。嗯、<哼>我觉得这些人为什么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？这对我来说而言是一个非常不好意思，我挖个动哦，然后那个石头扎自己的脚，嗯、<哼>我就想说。 上帝啊，这些人也是也是人呐、啊。他的儿子可能在念书，嗯、<哼>可能是是很好的博士，很好的很好的老板。可是他不大，他的对不会讲国语怎么办？有没有人愿意跟他分享？嗯嗯、我那个时候住在外乡去上面，我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嗯、<哼>我除了吃饭、出去买东西以外，我一直写歌，哦、我写了不少几十<是>几百首歌。 那是我人生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。写完了之后，我决定我要用音乐来跟别人分享福音。Mm hmm. 说叫音乐传达，是这样，是是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尤其是说你你是很清楚就领受到神要用你的音乐恩赐，然后来帮助人认识神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传道工作，一个牧师哈。那这真的很特别。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你刚刚也说你也遇到一些音乐人哈，他们就像你说的，应该穿燕尾服哈，拿着乐器啊<是>、呃，美美的在国家音乐厅<是>对吧哈？<是>呃，演奏<是>音乐的人哈。 那像你刚刚说的 Jackie Pollinger 哈，还有你说的一些人，那这些音乐人竟然跟你一样，他们就跳到第一线啊，就到第一线去传福音了哈、呃，去做这样子的福音工作哈。你觉得呃，你转为音乐传道，然后就遇到了呃像 Jackie 哈，那这些人对你的影响有没有什么影响呢？这样子。 呃，其实我我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我没有、嗯、<哼>我没有那么，因为音乐人本身是有语言嘛，是，我不认为我的方式才是很多年轻人应该走的方式。嗯哼，我觉得在国家音乐厅演奏也很好啊，我有认识很多跟我一样背景的人，他们选择做，嗯、<哼>好呃像牧师啊，嗯、<哼>然后像演奏家都有。那、嗯、我举个例子。 我有认识一个，也是音乐老师，在美国念书，回到台湾在做音乐治疗，嗯、是我的老二的老师。嗯、<哼>哦，他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棒的事情。嗯、<哼>所以呢，基本上传福音的哦，音乐传道不见得要像我这样子，也不、嗯、不见得像 Jackie f r a n c e r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清楚自己做什么。嗯 是是,是，所以是所以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呃，我觉得很可爱的是，我牧师他很真的，嗯、因为他就是觉得说，什么是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最重要哈，不是把音乐人好像对对对好像音乐人就比较高尚一点点这样子哈，我知道，而且对对对而且神用 <laughs> 呃你的音乐恩赐，<laughs> 每一个人的音乐恩赐可能就在不同的地方哈，不同的地方去服侍、啊、是是这样子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是是